Thank you.
没关系，我不累。哪有那么脆弱？好，我知道了，那我们就躲在这里休息。哎，说好劳逸结合的，你怎么可以走？那不行，我一个人躲在这里多没趣啊。而且现在客人也不多，你就当是陪陪我。好。Thank you.
Thank you.